出发啦！现在在去往桃园机场的路上，然后我搭的是直达的飞机，大概要坐9个小时。然后 Kyoko 来送我，超感动。我大概在飞机上面看了4部电影，屁股坐得超酸。哦，然后是总统牌奶油。早安啊！这是 homestay 的家。其实我觉得整体来说，它是住起来很舒服的，然后也都很干净，而且就是一个完全独栋的一个地方，很舒服。但是真的就是比起你自己租屋来说，真的是偏贵。现在在跟姑妈去教会，因为我刚来，所以还没有安排行程。澳洲的天气真的超好，好到爆炸，但是早晚温差真的很大。哦，然后我们去吃了一间港式餐厅，很好吃。一说到这，大家可以去看我的 IG 贴文，就是如果你住 homestay， 然后有韩餐。如果我妈或是 host 有跟你说要出门外食的时候，记得要询问是不是有要付费的部分。这部剧真的，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很好看，大家可以去看，真的。差点唱回答。我觉得我这几天三餐正常吃，感觉要变胖。然后我去办手机，我真的对外国人的脸真的很帅，帮我办手机那个真的太帅了，眼睛真的很好看，睫毛超长。哦，我现在现在要讲麦当劳。就是其实跟我点了跟那个台湾是一样的那个麦香鸡堡。那我现在要表示我很震惊。一杯小杯的雪碧，然后一个最基础的麦香鸡堡，12.04，大概就是240左右台币。而且他那杯小杯饮料还是儿童杯的大小，台湾儿童杯。然后我坐这班公车迷路了哦，然后大家记得来要办那个 Go Card。后来我终于靠我自己的努力回到家，感谢大家，拜拜。